玩完轉頭先部手機嘅咩 SD 卡出現咗問題，拍咗嗰兩條片就抵消咗，兩條片就冇咗啦。我而家重拍而家，不過唔記得曬頭先嗰集講乜嘢應該，唔記得曬嘅。呢、這個係咪對 all 個咩 CQ 咩 V 嘅 DLC 啊？頭先話咩 SD 卡已經射除又插入，我唔知點解，係因為可能係因為 SD 卡壞咗啊，所以係咪因為個使用有限期啊？係咪？所以就如果限期過咗，係一定冇故障嘅。而家嘅熱帶船警告取消咗，所有啊，我個颱風嘅移動路徑改變咗咯。我俾大家睇下先。哦，呢個颱風艾莉。原本就是由呢度吹呢度，而家10月9日啦，8点几，佢嘅路径依然咧又真慢慢吹去海南岛嘅海内嘅，但河内唔系海内，香港就呢度真系吹唔到啊，净系吹去海度啫。话时话点解啲风，其实呢啲系啲温啲气温啊，我唔睇啊。哦，睇完个台风之外，就香港冇台风。真系好唔开心。而家2:40，二万嘅。我發覺咧，嗰個紅包達人，嗰個係成日都直播，好似直播3个钟嗰個紅包達人咁樣，真係好戇鳩啊！真係，佢就話夠10000个人睇嘅話就即刻食狗屎，咁你如果夠啊食狗屎啊，屌你老母！佢就話你就單憑你呢班嘅港男港女就想懟我出嚟，未㗎，你哋未夠班啊！嚟我。你先未夠班可以懟我出嚟，你懟我出嚟嗰就夠我打先啦。你嗰夠我打嘅話，我俾你懟我出嚟，唔夠我打我懟翻你出嚟。佢仲話佢就陰陰對視，好似油馬車咁，即係為一點，即係癲狗佢咁廢，黐孖筋，屌你老母，戇鳩鳩咁就癲狗咁就一隻。仲有佢話，就係講翻呢句，單憑你呢班廢柴就想撳個分享，諗住想博彩好多人睇，想錯你嘅心啊！佢尋日嘅直播係咁樣咯，直播係今日陰陰嘴笑，二萬斤，屌你老母！仲有就係、是，再講咩？如果夠10000个人睇，講我就食狗屎。5够1万嘅，你就同我讲对唔住，同埋即刻食狗屎，食你老母对老母。我啊唔会讲对唔住，因为我啊支持都系啱晒嘅，即系屌你老母啊，戆鸠鸠咁就。我试下整个叫红爆大人机怼男神 B B 啊，丑神 B B 听过。其实我操控紧你啊傻仔，佢话你都系掌握紧我嘅手中。其实我操控紧你啊傻得成一万，我咁讲成日都系。不過頭先嗰條片講得好詳細，我而家講咗簡短。今日係1年1度嘅重陽節，有好多人都會去拜祭先人，喺黃大仙嗰度又話安排興建好多咩骨灰坑場啊嘛。不過政府一直都冇做過嘅，因為之前嘅立法會話仲係辯論緊咩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啊嘛。我見過好多人行山，見好多人今日，同埋好多人去拜祭啦，重陽節啊嘛，俗稱重陽。可能有啲人都唔知道，其實颱風可能
在馬修嗰陣吹咩南卡羅納州嗰度，其實右邊有一個發展緊嘅颱風嘅，呢個颱風好細個嘅啫，只係不過我完咗之後先俾睇下。我而家講翻啲嘢先，講俾你，我唔記得咗。同埋我個 channel 而家又多咗幾個訂閱，由93變98，一個叫咩 3LC， 另一個叫二啊，呢個二啊我識嘅啦。可能再其他人訂閱，不過可能都唔係班裏邊，班裏邊啲人就怕醜，唔想發片俾 YouTube， 淨係喺 Facebook 度。不過其實 Facebook 同 Facebook 都係同一個社交網站嘅，不過只係冇得傾偈啫嘛，只係喺呢啲回覆嗰啲傾偈，基本上。聽日係重陽節，日日仲升重陽啊，仲升重陽日啊，都可以叫。有啲人就放假開心啦，就係紅色啊嘛。10月10日，聽日。我記得舊年10月10日，我拍咗好多咩自制新聞報導。嗰陣時天氣好似反常，好似涼咗好多咯。我知嘅，我玩 BFE 差唔多，基本就打冷震，基本上。黐線。真係凍得好勁嘅，就連我都頂唔順。同埋尋日我跑橋，唔係我夜晚跑步跑河邊嗰時，見到一對情侶坐張凳望住河，喺度望住我跑步。跟住佢哋當望住對面個河邊之後咧，我就即刻屌佢兩個老母，搞基咁就喺度。本身以為熱帶船取消咗啦，可能到就好啦，可能到就可以放假。我發覺呢排啲人好多係針對特朗普嘅，不過支持佢多啲。希拉里食屎狗，咁況且啲嗰啲美國人都聽唔到外國人嗰啲。我又話 Harris 係 is dog， 係啊，佢係可能聽唔到嘅。我唔知道希拉里英文係咩，可能叫 Harris 可能叫。好啦。玩下一波，不過玩下一波之前，我啊俾翻頭先嗰幅，頭先我講嗰個另外發展嘅熱帶船啦。不過我睇下玩咩先，下一波。呢個攞3.70就仆街，就我波。好啦，呢個颱風相信大家都會睇到噶啦。呢個颱風馬修尋日影嘅，咩遠東乜北上就係星期6:30嗰時，南卡羅納州。馬修就呢度我所知啦，都喺呢度佛佛羅里達。呢度有個熱發展嘅颱風形成，其實可能大家都唔知道。係咁啦，拜拜。